间。嗯，他可以说更多。塞布拉拉，塞布就是照顾，拉拉土地，他成了土地的守护者，那个守护神，他成了那个神兽，他游走在森林，游走在大地里面，他的作物。水吃东西，它都在照顾土地。这个岛屿的古老老的文化，
圣诞快乐。
Oh.
确定你是不是有表达完整，这是一个我之前写的诗。抓紧，抓紧了，双眼，要犹豫，没有一个动心的跳跳，追逐你的视线，在风中，追逐，抓紧，抓紧了，双眼。
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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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有之前，也想带给这个世界更绝望的礼物。
龙遐，一定得要用关键地关三个月。哦，真正太准了！我的感觉哦，哇，继续过来这个龙溜溜，等伊从坐去降落的时阵，我都免去西门里边门头前物件，我才要进来，安尼足麻烦的。我今晚就来去。你讲你拢听无？啊，不是啦，你讲安尼两种声，我哪听有啦？嗯，你来学我的声。无啦，我无咧学你的声，啊，你搁学我的声，啊，你看拍。跳呢，好啊，休息困也好，再这咱安尼就好啊，嘿啊，咱来到阎罗王佚佗就好啊。好啦，安尼你输我五块，五块，好，安尼行来佚佗。
抓住星星，感觉如期包围月光照耀的山谷，空无一人。我们大声歌唱，带着天生的冷静，抬起脚跳起了舞。我也寒风靠近，也是隔绝的时刻，你看着我，我们大声歌唱，有着冒险的心情，转身往树林里看，看这世界有真实的光，眼前黑白分明，靠着火焰。大声歌唱，带着天生的温暖，伸出手抓住星星，看着手心闪烁，感觉心脏跳动，身体震动。然后许个愿。